今天的压轴是大阵仗的，演出者可是我们三年一全体同学哦。没错，为了这个节目，我们可是投入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呢。表演的节目是大合唱，是本班的创作才子陈奕璇所谱写出的，歌名是《成长的轨迹》。奕璇说，回忆这三年来，当我们有不懂的事情，老师会细心的替我们解惑。当我们有做错的时候，老师会耐心的纠正与教导我们。没有老师们的谆谆教诲，没有家长们的支持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。所以他创作了这首《成长的轨迹》献给大家，表达心中对于师长及家长的感恩，同时阐述同学之间的深厚情感，并谢谢大家给予我们的鼓励与支持。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三年一全体带来的大合唱吧。
班，感谢作曲老师陈佳怡老师的指导。